来，白龙学来拍这进站维修快讯，偌奇怪，你知？就这几天一直下雨，光车盖的都没有动就坏掉，你看。我撇落去我这个车辆左转弯再转下去啊，真不行呢。然后我们来查看看它的线路到底有没有过电哦。你先看哦，我现在就是先开这个欧姆档嘛。我很想今天要来整理线路，结果哇，欧姆档你看哦，哦这样过，哦它有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我们把它转换到这个正常的，我这个所在给撇落去，把它撇上去之后，这里接电过来，这边这一条线过来要有电的，然后这一条是它原本的电源嘛，你这条接的时候过来，哦这么撇起来才有电哦，来注意看哦。刚刚这条呢做两公下来呢，另外有过电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负电的话它也是有过哦，真亮呢，屌嘞！我今天要来接北区的，你不知道？较早等下小拍电，娘嘞！你看有过对不对？来，好，啊正常的，我们现在把它夹住。我们单手运进，夹住之后，我们方向灯把它打开，这边照道理讲会闪哦。我看这是哪一边？这右边的啦。我这样给它启动一开，也一直跳一直跳。哦，你看，妈的，这个才下课呀，全无声的呀。我看这卖物件怎够两公的呢？哇，你看。来，这么我们测试车辆倒退哦。另外，哇，无采白龙雪杰作，恁娘拄啊爽无三工呢？这真正不然，我比伊三线路搁较嗨。可怜呢、啊，啊你把它撇掉之后，你要看这边，这边就没有电过来了。哇，是无电啊！啊，你这么搁撇过，搁撇过。电是不是就过来了？啊，过来之后，它这里一样把它车辆左转弯之后，你看，真正这个啥，这厝的名做双无三百块，真可怜呢。哦，无彩的，无紧啦，大概这个。迄、那个啥进站维修日记的迄种快讯嘛，先甲恁分享者。哦，无采工，你们装这装啊，真遐辛苦。来，甲恁偷讲者哦，这个装好了哦。好，谢谢收看。